拜拜。依家终于肯讲啦咩？点解会打交？你咁样我好难做噶。我话俾你知，我唔信你作嗰啲咩妖怪嘅传言噶。但系如果你听日仲唔讲真话，你就唔好翻学啦。出去！喂喂喂，你知唔知啊？佢有条鱼尾啊！你睇下佢。系啊系啊，我喺网上查过噶啦，可能系海妖啊，就系渔神岛上面嗰个传说咧。吓，真系噶？哎呀，好得人惊啊！我哋唔好黐埋佢度啊！冇事嘅，咁耐以嚟都顶到，再坚持一下，读埋剩低嘅课程就得啦。唔好意思啊，我迟到添。烂醉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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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如果我系鱼神，系咪所有嘢都会唔同晒？冇错，所有嘢都会唔同晒。刚睡醒穿上一件旧背心，在睡前带出一片彩虹雨，星期天找我跳舞都没关系，只是要请我喝杯 Pink Lady。 我的头发睡得很有型，我的步伐不用走得很有心，请你每天天拌醉每天亲嘴，都是我的最佳背景音乐。不管他们脸上是热情，不管旋律是钢琴是噪音，在红灯停和绿灯行，别管过着上午新注意力，把烦恼丢进了太空里，传带回了好消息。追梦不用太着急，把世界当作一个游戏机，欣赏这里的细雨。最烦的位，原来小海佢经历过啲咁嘅事噶，我完全唔知嘅。好多事就系咁噶啦，所有崩溃嘅源头可能都只系一啲无关痛痒嘅小事。咁后嚟咧，佢发生咩事啊？点解系都要我去做鱼神嘅啫？你有冇听过蓝天门啊？食得噶，成日挂住食，搞下嘅啫。那个系由神仙组成嚟管理人间秩序嘅集团。小海佢因为受唔住学校入边嘅孤立同埋嘲笑，于是决定改变自己海妖嘅身份。但系佢竟然产生咗去做鱼神嘅谂法，而鱼神嘅神牌位就系喺蓝天门。边个？边个喺嗰度？出嚟！这个就是神牌位。微风尚可起波浪，乌云终将现金光。消失了是什么意思啊？算了，不理了。都系你，你就系雨神啊！喂，出声啦！好耐冇人降临啦！咦，仲系只小海妖嚟喎！我想做雨神啊！都唔系唔得嘅，但系你想成为边个咧？我咪讲咗咯，我想成为兽人尊敬。
大家都中意嘅雨神啊 ！No！你好好地谂下，你究竟想成为边个？你系妖怪，我点会同你好朋友啊？我哋同坏人玩啊！行开！小海，你系咪做咗乜嘢，搞到其他小朋友唔开心啊？我冇啊！妖怪啊！死妖怪，救我啊！唔系咁嘅，你听我解释啊！看来你还没放下你那次考验啊，激死又继承不到余神的牌位，学校又回不到去，留在这里还可以做些什么呢？后生仔有几大只喎？系咪失恋啊？唔系啊！呢个时势专门嚟我哋赌道打工嘅后生仔好少有噶喎。等阵啊！请问系咪有工作可以俾我做啊？后生仔系咁，你系从送外卖开始做起啦。你好啊，外卖到啦。诶，外卖到啦，诶，摆喺我棺材，唔系，摆喺冰箱度啦。哦，老板，你嘅水到啦。哟，今日又系小海嚟送啊？系我。后生仔，做我哋呢行要署名必达，呢个系男人之间嘅约定。冇问题，船长。老板，搞掂晒，完成一定。我都系啊。哇，不愧系小海，好快手啊。余神岛的风景真的很漂亮啊，可惜啊，它偏偏叫做余神岛。是什么来的？个二奶罐复原紧，还翻俾你哋。咸鱼哥，点解会咁嘅？个神牌位突然间有反应，唔通佢？凭乜嘢呢个废柴都可以？等阵先，既然我成为唔到雨神，系咁，如果等呢个废柴成为雨神，我再以海妖嘅身份打败佢，咁我哋海妖一族嘅结局同埋命运，咪有希望可以彻底咁改变啦。所以之前佢为咗改变海妖同埋自己嘅命运，先一直用各种方式嚟呃我做雨神。是不是很愚蠢啊？这个仔啊，想在一边的。是啊，没错，就是愚蠢。那又不用这么激动。什么雨神那些根本就不重要。但是小海继续这样下去，那就回不到转头了。咸鱼哥。就是雨神而已，是不是只要我做就可以阻止小海啊？那我就不知道了，不如你试一下。试就试吧。搞定啦！跟住咧，咁就祝你啊，龙过鸡年啦！拜拜。部长，嗰啲系个贼仔终于出现啦！我哋走。系。欢迎下次光临，拜拜呢条尾。又俾你唔好俾讲，不如你再试多次啊！哎，冇啦，多得你唔少啊，文炳，冇啦。唉，咁你自己揸主意啦。每个人都有自己嘅使命，小海会做啲咩事出嚟，我都唔清楚。不过我看咗大半世学校门口，守护学校就系我而家最重要嘅事。如果你想继承余神。可能有个人会帮到你嘅，佢一嚟呢座岛嗰阵啊，我就留意到佢啦。咦，佢未劫辟佬？佢同呢件事有关嘅咩？唉，村长讲过，家阵时冇几个后生仔会嚟我哋座岛度打工嘅。系咪黐线噶？最后都仲系要做雨神。等我变咗雨神之后咧，就打到你个衰仔一扑一碌。部长，我哋三个人嘅神力都咪剩翻好多啫，就咁过去，搞唔搞得掂佢噶？系咯，部长，上次咁样都捉佢唔住。冇错，上次为咗捉住佢，
已经几乎用晒剩低嘅备用神力啦，过去睇下先算啦。系。吓？点会系？你嘅？剩翻最后一关啦，唉，点个外卖食先？吓、啊？哇，打晒风咁，唔知咸鱼哥送唔送到过嚟咧？叮咚叮咚，你有一份新嘅外卖订单，请注意查收。叮咚叮咚，请所有村民即刻去神中河统一避难。点会又系你？嗰个贼仔咧？吓、啊？咩贼仔啊？吓、嗯，神牌位果然系你。唔系我，唔系我啊，系小海俾我噶。吓、啊，小海？喂，台风嚟啦，要嚟岸边啊！好，你哋翻去接啲细路先。吓、啊。好了，咸鱼哥，你究竟在哪里？各位村民，各位村民，由于本岛突发猛烈台风，潮道建筑大多年旧失修，请各位村民照旧去。好，既然不是你偷的，而家即刻还翻个神牌位俾我。越嚟越大雨，我唔还得俾你住。少海做紧好危险嘅事，我唔可以再俾佢坐落去噶啦。我要做雨伞。吓、啊？哎呀，你真系好沙胆、啊，就凭你都想做雨伞？咪就系咯。阿森督护，系部长。你对学校嗰边睇下咩环境？系。吓、啊啊，部长。学校嗰边更加需要你哋。呢度我一个人应付得到嘅，你哋去啦。啊，你头先话小海想做乜嘢话？如果我唔做雨神，小海佢就会毁灭雨神岛噶啦。雨神岛小海系嗰个喺鱼档打工嘅后生仔，我居然一直冇怀疑过佢。佢已经得到三叉戟嘅力量，想毁灭雨神岛都唔系冇可能嘅。咁你谂住点做啊？阻止佢咯！我要保护鱼神岛嘅所有人。保护鱼神岛，以我而家嘅实力，完全唔系可要嘅对手。但系咸鱼哥呢条废柴值唔值得搏咧？我曾经有个好朋友，佢为咗救我，俾只海妖杀咗。如果小海就系海妖一族嘅后裔，系咁呢件都系我嘅事。吓、啊，咁我更加要帮小海啦。不可以让他因为海妖的事再错下去的了，所以让我做鱼神吧。这位鱼神说做就做的。鱼神有什么巴闭啫？鱼神咸鱼不都是鱼？哎，鱼神剑，咸鱼干，又不都是鱼泥，有什么不同啊？老坑，那一于试一下，你不要反悔啊。密码净系得你自己解得开，可能系某段深刻嘅记忆，或者系某个难忘嘅场景。呢样嘢只可以通过你自己慢慢回忆啦。咸鱼哥佢，唔通真系？Sorry 啊，密码好似唔系我手机 number 啊。点个手机 number 呢啲咁疯癫嘅嘢啊？我试多次，试多次。咸鱼哥，我嘅神力撑得几耐嘅啫？如果你唔想搏，就算系逃走都冇所谓。但系如果你真系想做，就认真啲谂清楚，
再谂深一层，再谂深一层。点解你话嘅同大家唔一样嘅？呢啲系佢真系好奇怪啊！爸爸，做咩啊？你究竟想成为边个？你话嘅系乜嘢啊？系怪兽啊！唔该你帮阿鱼神岛嘅所有人啦、啊，求下你啊！嗰啲系咩嚟噶？后面嘅村民快啲，台风越嚟越大，记住啊，自己嘅避难教室嚟边间，唔好行错。唔好喊啦，唔好喊啦，你哥哥快嚟噶啦，跟老师入嚟啦。哎呀，咩台风未见过啊？我嗰个心肚啊！哎，牛公佬你都喺度啊？今晚街道聚餐，记得一齐嚟打边炉啦喎！知啦知啦，你都快啲行啦，好想啲啊 ！Oh my god， 落咁鬼大雨，我啱啱锡完个头噶嘛 ，come on！ 喂，行边边噶？嚟啦嚟啦，老板娘，避难层锁喺三楼啊！大家小心啲，依次进入教室、啊。三楼仲有位置，唔使急，慢慢行，照顾好自己嘅细路。嗯，好，唔该晒你啊，校长，快啲拖住妈妈嘅手啊！喂，你唔担心你阿妈同你表哥嘅咩？佢哋应该冇事嘅。我而家最担心嘅系周明轩。阿妈，吓你冇嘢就得啦。咸鱼哥咧，佢仲未到啊。阿妈，我叫你攞嘅嘢咧。嗱，你叫我一定要攞俾你嘅游戏机防水套啊。啊，都怪你啊！系咪就系呢间课室啊？系啊，就喺呢度啦，老板娘。Yes sir。唔使惊吓。原来全部匿埋晒喺度，所有人都齐晒，只系差你未出现，咸鱼哥。既然系咁，你就唔好怪我。错过了往前开的班车，我是不是应该停下呢？生活本来就没有要非谁也不可，谁会关心谁记得？有的人他可站在原地，有的人却走得很着急。这个世界它本来就变来又变去，又有什么好可惜？反正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我也从来没有想过争取。现在何必问我要去哪里？活得太明白，又有什么意义？我害怕不敢再让面对未来的迷惘，也害怕紧握之下失去自由的翅膀。我不要你失望，我不要他们惊讶，我不要爱我的人受伤。我不怕别人虚情假意嘲笑的眼光，也不怕他们眼里看见的我多荒唐。我有我的海洋，我有我爱和幻想，我有我的倔强，我有我自己的阳光。死仔去咗边啊？你终于肯出去揾嘢做啦咩？你哋知唔知点样嘅人先可以成为鱼神啊？咁嘅人真系好快啊！我撑唔住啦，你快啲啊！鱼神同咸鱼系唔同噶嘛？唔得，咸鱼哥你等我啊！我想保护你哋啊！呢个就系你逃避嘅代价。咸鱼哥。